我们有时候对这个比较接受比较高的这个矩阵，我们会进行分块，这样的话可能有时候能简化计算。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很简单的例子。例如说，这个 a 它等于这样的一个矩阵，这是一零零零零一零零负一二一零一一零一这样的一个矩，这样的一个矩阵。我们可以看到，就这样看，好像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的把它分开，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比较好的矩阵，会可以写成是什么？这是一个单位矩阵，这边是一个零矩阵，这边我们把它记作一个 A1 这个矩阵，这又是一个单位矩阵。如果说这样看的话，那我们发现它是一个下三角的。如果说你是，如果这是都是数字的话，我们可以看是一个下三角的一个矩阵。那么对下三角矩阵，我们知道各种它的计算都比较好算。那例如说要求解线性方程组，它就已经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一个已经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矩阵了。那么如果做乘法、除法，除法就是求这个，除法就是求我们的这个，inverse。如果是这种形式的话，都比较方便。那么所谓的 matrix，block matrices，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一个矩阵，我们用横线。啊，不同的不同数目的横线，竖线把它分割开，把它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小矩阵，那么对于它进行运算，那有时候能带来计算上的简便。我们看一下矩阵的这个它的 addition，如果要对两个分块矩阵做加法，那么就是要注意，它们是 A、B，那么它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same type，我们知道，是相是应该是它们两个应该是同型的矩阵，它们行数和列数要相等，如果要分块的话，那么它们还需要是same partition。当然，这个分块矩阵 block matrices 也叫 partition 的，同样的分割，或者是是同样的分割方式，它们才能相加。例如说，我们刚才说的 a 是等于一零零零零一零。零负一二一零一一零一，那么 b 如果是等于一零一零负一二零一一零四一负一负一二零。你要如果说我们刚才说对 a 是这样子分割的话，a 是四乘四的，b 也必须是四乘四的。如果说你要相它们相加，那么它们每一块也是要需要是同型的，每一块也应该是一样。那么 a 加 b，我们就我们是一。零 A 一和
identity， 那么 b 可以写成这是 b 一一 b 一二 b 二一 b 二二，写成分块矩阵的形式。那么 a 加 b 就等于我们是i 加上 b 一一 b 一二 a 一加上 b 二一。i 加上 b 二二，那么你只要把对应的快相加起来就可以了。i 加 b 一一，那么就是二零，负一三，b 一二，这一零零一这不变。然后 a 一加 b 二一，这是零二零零。然后 i 加 b 二。B 二二，那么这是五一二一，跟我们通常的加法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如果要做分块的话，那么分块的方式也是应该是一样的。它们本身应该是同型的矩阵，那么分块的方式也是一样的。那么比较难一点的就是它的 multiplication。Multiplication， 我们对它进行的分块也应该是能够进行乘的分块。我们还是看 a 是我们是一零零零零一零零零，这是负。是负一二，负一二，一零，还有就是一一零一，一一零一，用我们刚才的这个 b， 它们两个能相乘都是四阶的，一零。一零，然后负一二零一，负一二零一，一零四一，一零四一，还有就是负一负一二零，负一负一二零。我们要分块啊，如果我们做刚才这样的分块。那么是可以相乘的，因为每一个都是二阶方阵，那么二阶乘二阶是可以相乘的。那么如果我们换一种分块的方式，那我们要注意相乘，看如果我们把 a 做这样的分块，例如说我们把 a 做这样的分块，我们再做点分块。我们分成，看分多少块，那就分这么多块吧。那么 b 就不能这样子分了啊，那么 b 就不能这样子分。b 现在就不能这样子分了。我们把这个 a 把它记作是什么呢？把它记作这是 a 一一 a 一二 a 一三 a 二一 a 二二 a 二三。那么 b 就这，我们看 a 分成是两行三列，那么 b 就应该是分成三行。至于多少列，我们可以先不管。因为这跟我们通常的这个矩阵的乘法一样，我们要它的这个第一个矩阵的列数要等于第二个矩阵的行数，所以这应该是 b 一什么 b 二什么 b 三什么。
那我们看同样的相乘 a 一一要乘 b 一，那么例如说我们把它分成第一个分成三行，两行三列，我们可以把这个分成b 一一 b 一二 b 二二 b 三二，例如说我们就把它分成两列吧。那我们要看看要每一个都能相乘才行，我们一定要使得它们能够相乘。那么 A11 它是一乘一的，那么 B11 它应该是一行那么 B1 它应该是一列，它只有一列，一行一列，对，B12 也是一列， A21 它是三行，三列，它有三列 ，A21 它有三列，所以 B1 它应该是三列，那这样子分，我们看分得出来吧，A21 是三行，三行一列，所以 B11 和 B12 都应该是，这是A11 是一行一列，所以一行一列，所以 B11 和 B12 都是只有一行。A21 它是三行，也是一列，那么它们只有一行，至于多少列我们可以不管。好，那么它应该是一行，它只有一行。好，这边要等于一行，那么我们当然说，这里要分成三行。那么 A12， 我们看 A12 是A12 是两列，所以 这 A12 要乘的是这边的行，所以说。B21 和 B22， 好 ，B21 和 B22， 它应该是，因为 A12 和 A22 都是两列，所以它应该是两行。然后 A13 和 A23 都是只有一列，所以 B31。B32它是只有一行，所以我们这边的分是它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么至于是分多少列，我们因为它我们本身是分成两列，中间只有一条竖线，你可以在这儿分也可以在这儿分，我们就从中间分吧。我们一定要是它们本身要能够相乘，就是每一个子块对应的子块应该是能够相乘，要满足矩阵乘法的规则。对应的块应该是我们写中文算了对应块应该能相乘，应该满足矩阵乘法法则。好，那这个是乘法，那么对这两个矩阵相乘的话，我们最好还是按照我们开始的写法，就是说 A 如果我们写成这是 I0 A1 和
i， 然后 b 它是等于我们 b 一一、b 一二、b 二一、b 二二。那么相乘 a b 一样的，我们用行陈列，那么就是 b 一一用这一行乘上这一列，那就是 b 一一。那么乘用这一行乘这一列，乘上第二列，那么就是 b 一二。好，再用第二行乘这第一列，我们就得到的是 a 一 b 一一加上 b 二一和 a 一 b 一二加上 b 二二。那把我们刚才的这个分块写出来，A 一是负一二一一 ，A 一是等于负一二一一。好，那么我们看一下，B 一一等于多少呀 ？B 一一是从这里看，啊，这里看是负一零负一二。一零负一二和 b 一二，是 b 一二，从这里分是一个 identity， 是一零零一。好 ，b 二一 ，b 二一是一零负一一。一零负一，好像是两个是负一吧。好，四一二零 ，b 二二等于四一二零。好，然后把它算出来，所以 AB 的 b 一一，所以是一零负一。负一二，B 一二是一零零一 ，A 一 B 一一 ，A 一是，我们要写一下 ，A 一是等于负一二一一，我们写到这儿可能看起来舒服一点。好，A 一 B 一一，所以是。负一减二，所以是负三。A 一 B 一，啊，还要加上一个 B 二一，B 二一，加上一个 B 二一 ，A 一 B 一一负三。负三加上一，所以是负二，然后是四，四加零是四，然后是一减一零，好，这是负一，二减一是一。好，那么 a 一 b 一二 ，a 一乘上 b 一二，这是负一再加上 b 二二，负一加四，所以是三，四加一是，我看一下，乘上 b 二一，所以是负二。a 一 b 一二乘上一二，那就不变了。a b 一二是单位矩阵，那么就是二加一是三，然后是这个也是三 ，a 一加 b 二二，因为 b 一二是 identity， 这个是，所以这就等于 a 一加上 b 二二，然后是一加零，这是一，这是乘法，乘法我们是要注意的。应该是满足它乘法的规则。
那最后我们是它的 inverse 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知道组成一个 multiply by invertible，我们知道组成一个可逆矩阵。相当于是这个row reduction row operation，相当于一系列的row operation，所以我们也知道对矩阵我们组成一个就相当于是相当于做一系列的这个row operation，所以对分块矩阵来说，我们要去求它的这个求逆矩阵，我们可以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做这个初等一样的去做这个初等运算。当然说在这里我们是直接乘上一个矩阵，我们来看一下，直接用例题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去求它的逆矩阵。我们刚才看到这个 a 是等于 i 零，a 一和 i，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求它的逆矩阵？我们是通过同样的方式，它是等于，这是 i 零 a 一，这是 i，我们要把左边的部分要变成。单位矩阵，右边就直接就变成了这个，右边就直接就变成了它的逆矩阵。那我们同样的用初等变换的方式，例如说我们把第一行乘上一个 a 负的 a 一的逆矩阵，我们是第二行加上第一这个加上负的a 一的负一乘上这个第一行，乘上 a 啊，乘上不是负一，乘上 a 乘上负的 a 一乘上第一行，我们是左乘，那么就这个就会变成什么呢？零 i 零，我们把第一行乘上一个负的 a 一，加到第二行，这个就变成零了嘛，这个不变，那么这个就变成负的 a 一，这个乘就变成负的 a 一，然后这是单位矩阵，所以我们得到的是。负的 a 一，对，所以我们得到 a 的负一就等于什么呢？这是 identity，这是零，这是负的 a 一，这是 identity。好，我们可以验算一下。这个是等于我们是。一零零零负的 a 一，负的 a 一就是二负四啊，零一零零二负四，二负四三写错了啊。负一二一一啊，那么这里是写错了，我把它写成 AB 了。负一啊，这是负的 A 一，那么就是一负二，然后是一零，然后最后一行是一一，那么就是负一负一，
负一、负一、零一。那我们可以看看，a 乘上 a 的负一，它是等于一零零零零一零零，负一二一零一一零一，我们乘上这个一零零零零一零零，一负二零啊，一零和负一负一零一，我们可以乘一下看看。是第一个是一，好零零零，好零一零零，好，我们看第三行，负一乘一是负一，二乘上零，一乘上一，所以这个变成零了。在第三行乘上第二列，就是这是二乘负二啊，这是零。那么乘上第三行，再乘第四行，我们是一加零加零再减一，所以是零。第二个是一零加一再加零再减一，所以这是零。第三个是零，直接相乘等于零。我们看这个验算出来，这是对的。也就是说，对这个分块矩阵，我们可以用初等变换，就把这些子块当成是我们的当成像数字一样去运算就可以了。这是求逆矩阵的方法。那么如果说一种特殊的情形，例如说 a 等于这个A 一零零 A 二，如果 A 一 A 二是可逆的话，那我们很自然的就得到 A 的逆矩阵，就是 A 一的逆矩阵零零 A 二的逆矩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跟这个单位矩阵放到一起。就会变成 A 一零零 A 二，然后这是单位矩阵零零单位矩阵。我们做初等变换，把第一行乘上 A 一的逆矩阵，就变成 I 零 A 一的逆矩阵零零，把第二行再乘上 A 二的逆矩阵零 A 二的逆矩阵。所以我们就得到 A 的逆矩阵，就是 A 一的逆矩阵零零 A 二的逆矩阵，这是分块矩阵的一个好处。那么上三角矩阵、上下三角矩阵，我们刚才已经演示了一个上三角矩阵，我们怎么样去求它的 inverse？ 像这是一个下三角矩阵，求它的这个 inverse， 我们直接用初等变换直接就给出来了。那么其他的方式，同样的，我们可以去求得出它的这个逆矩阵的方法。只要是分块，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求。那这里我们就不再去展开讲了，方法是一样的。就是初等变换，我们也可以对分块矩阵进行进行运算。对分块矩阵，我们也可以像一般的矩阵一样做初等做初等变换。只是在初等变换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它的分块的方式要满足我们运算的要求。